依旧是16扣没错。然后目前 case 跑不完啊。对，跑不完，所以我就试一下的那个 thread。跑个两步，对，两步，55.85，对，那个，哎，阿明，嘿，那俊伟跟敏强，你们研讨会要报名吗？我还是你们就挂学弟的名，然后带他们去研讨，挂学弟的名，住一部分机票这样。挂学弟名字，学弟就挂你们的名啊。请假你们不是还是要请假吗？对，请假才有学生保险。对啊对啊对啊，看你们要哪一种名字啊。我自己报的话，报名费要370美金，蛮多的。对啊，多一的话我是可以找人来补助，找不到那么多的。OK， 啊，现在的机票多少钱？现在我还没看呢。现在8月21到24嘛，我自己看一下机票按多少钱，再看一看补助多少。好。找他这个 case。你讲，你现在看一下你的那个 QE 的档案。好。工业昨天有跟我讲发现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找一下 QE 的官网？它提供那个 SSP， 就是 Potential Function 最新版的，红是什么？不过下载，那个 Material Cloud 可以下载，是1.3版吗？1.3，啊，铜也是。我们那个吧，还是就是其他的都一样，只有铜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中业麻烦写个信跟他们讲一下，就是有 bug。bug。就是说我铜转的时候，他的 potential 把我们铜换成另外一种。Material Cloud 可以直接下载，就是它转了之后，然后就是它是用它的资料库才帮你把铜是哪个选进来啊。嗯。那我们是用了1.3版，也许它现在就是1.4版，觉得铜那个会比较准。对。所以它自动就会帮我们用最新版的。我是没有去查啊，那底下你帮当做嘛。好像要先登录。没有注册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等下帮我查一下吧，总编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不太清楚。我们 cluster 上面其实都是在这里 download 放上去的。嗯，然后里面有一个 JSON 档，就是说我们选到铜，如果是 efficiency， 它就会去找 efficiency 的 JSON 档，因为那边会有对应到要 call 哪一个 potential 放在 QE 的 input 的档里。也许 QE 已经我们用了这个 SSP 是 1.3 版，也许现在是 1.4 版，它的伺服器是用 1.4 版的，它正好其他都一样，它认为它铜认为那个是比较准。有这个可能啊，那如果是不是这个可能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麻烦你写信跟他们讲一下，毕竟我们用他的自由软体找到 bug 跟他们讲一下，等人家以后遇到铜就不会有这种转换的问题。哦，就是先确认官网上的跟。对对对，也许他们现在用的那个 SSP 是 1.4 版，那铜认为他这样最好，他们把它置换掉也不一定啊。我是昨天扣改完，不过那对我们的扣没有影响。对，
不认。我后来没有，我后来改 locative。听说可能比较快哦，这个除非是有一个真工程，还有这个会比较快。我是感觉都差不多啦。对啊，是。我都是用 plan 啊，来算的还可以啊。然后 missing dimension 那边用八。missing dimension。内定，就是、在上面那个三六。哦，我因为遇到那个内存不足啦，所以我就先改四下去跑。看一下，比较快啦，但然后后来发现还是不行，我就直接平行下去了。对。然后因为也时间没有多少，所以也没有跑完，所以我就去试一下那个各种设定。就是光是那个 thread， 就是我设一到八，然后发现 thread 这边好像这边是它的那个速度啦，然后可以发现 thread 四的时候它跑得比较快，对，就不知道怎么。通常 thread 越高不是越慢吗？没有啊，稍微试一下而已。那你是你的系统是这样，那就这样算了。然后这一排是在说它那个每个节点有多余多少的内存，然后确实所谓的设越高，它的内存会越来越多，对，1.1345，对。好。对啊。然后。对。我会把你的价格算一算。好啊，就等那个停电之后我再重撒。嗯，好，有。你重撒的时候，你把那个改一下好了。你说，你现在就来改。OK。参数改一下，用脚本来改。Modify。这是要 dead 才能改。哦，那我先停好了。反正转不完，你先对啊。要改的没有很多啦。好 ，OK， 来，现在执行一下。开设是多少？20吗？50。有，那我
说都很稳定。Threader 是给 IE61 Note 11还会不会挂？会。我算 QE 会挂。少汉好像在算 Lambus 还是算什么的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挂。那我们也没办法，那漏的是要拆下来。CPU 有问题。漏的17那个少汉把机子拔起来，剩32那就变稳定，可能会一直挂掉重启。另外一笔，因为平行，所以那个我分两组，差不多这样。